这些官员啊，你们可以吃得起抽得起好烟，你们可以吃得起绿色食品，你们可以买得起地下水，我们呢，我们吃的是什么，我们喝的是什么，我们将来会怎样，我们不是傻子，我们也有一种安全感，就别说幸福感了，我们没有丝毫的安全感，我们看不到未来。